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动。哦 ，Yuki 哥哥哎，哇 ！Yuki， 我该学你啊，自讲啊，你手自讲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Hello， 这样吧。哦，要手要甩了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哦，这我从小看到大的，到现在我可以在本尊隔壁做他这样的动作，还给他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今天呢，就只是呢，单纯想要拍一整天的行程，就给你们看看一下，我们每次出去拍摄的时候都会做什么事情啊，都会玩怎样的东西啊，哈、啊。我为什么会拍这样的影片？毕竟我没有影片拍啊。不可以笑，你这样子笑我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笑你的徒弟啊。有看到我笑哎、欸，有。我这两天看到我笑哦。你的笑容出卖了你自己。你看 Yuki， 其实私底下每次都是狗样子的，驾车的时候，而且没有女生陪他牵嘛，啊，所以就每次这样子配合一下咯。这什么声音？这个角度。其实啊，你们到底哎，嗨小弟弟 ，Hello， 嗨嗨。他不要理我。他懂我们是谁啊？你懂我们是谁吗？哎，啊笑笑看着我们走，哎，也不懂我是谁。以为自己让人家很疯掉啊！哇，跟人家嗨哦，就跟那弟弟讲，这两个傻的在做什么？我刚才讲到一半，你们有没有女生哦？像 Yuki 想要的类型啊，他生日过啊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是一条好汉。我替 Yuki 在想到伤心啊，这样子很不刚哎、欸，你们。OK， 现在我不知道讲什么啊，等去再让他们才来讲啦。啊，这个 vlog 很随性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到吃饭的地方。哎，看到。我喜欢你吗？我们就是每次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样吗？带你过路啊。哦耶。亲亲一下。OK， 对面人看我们很丢人哦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先吃些，我们两个已经饿到不可看。哇。然后 Yuki 的哇，那这两个啊，我们在忙着，不要理他先。先吃啊！你看 Yuki 吃饭的样子。离开一下啊！我是故意的，要让他觉得有那种真实的感觉。不过我打算就是那种完全。慢慢吃，不要让急，没人跟你抢。慢慢吃，慢慢吃，然后怕你。你刚才吃的那个太快了，怕你啃到，懂吗？慢慢吃。还 vlog 啊？有点不相信，我觉得是拍 vlog 啦，我觉得拍 vlog 真的，感觉是哎，你们自己看那个脸，他讲拍 vlog， 看脸，一个二，一个整，然后那种阴荡的眼神，还跟我讲 live daily， 真的真的是拍 vlog， 你不要怀疑心太重，我不相信啊，然后呢就会去到 live daily 那边拍小白羊的节目。啊，我去到那个场地看到，然后拍他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也是被拍很多画面，因为呢，在拍他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不可能一直拿相机的嘛，所以等一下去这的时候才来讲。你要枪哥你妈讲话，我刚刚想要睡一觉嘞，你拍给他看，发现到我桌旁边有一个东西顶着，我忘记掉，没事，我帮我妈买了一个面包，被我压到这样。我妈应该不会讲了，那面包枕头酱还可以来。哎，算了，我妈应该会原谅我的，没有事情。OK， 来继续睡啊。哎呀哎呀，来到了这里哟、哦。那个一下车，从上车到下车就一直车，一直车，一直车，一直车。鬼彪，好像。鬼彪，这鬼彪我的。两啊，等下我们走进去后面，我一直到他是哪，他哪是 YouTuber， 我就知道你今天这位朋友，所以等下帮忙配合一下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就是喜欢这种人了啊，因为 Yuki 哦，他怕这种东西啊，他怕尴尬，所以等下我们就会弄他的。给你们看什么叫 gay。What？ 没有反应。走到边，走到边，你们走到边。啊。谁呀？我。谁呀？
你要拍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拍就是附带。啊，我是拍 vlog 嘛，麻将，我们来这边走走啊。有厉害，其实还不像以前一样健苗。哦，现在是很厉害的，很精那种，很聪明那种啊。他在拍小孩。你那个要骗我？哎，他们要骗我，给我听到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有厉害，有很厉害哦。谁什么是 play？ 我不拍 play 那种东西。要拍梦。没有，就是走，走，我们走那边上，我们走那边上，那边一上去就是到那个。妈的，你后我后面的东西。他的疑心病很重嘞，我这拍个 vlog 罢了，你不要想多。没有，我老妹，不要以为我刚才走在后面要贴东西，后面的东西啊。没有，他不是。在哪？我还叫水里把它拍。他还是以为我们连东西在后面呢。没有。你怕我们弄你吗？我们就一个距离哦，你走。走啊，走。走走。哎呀 ，YouTuber 啊，超爱世界 ，Yuki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可以给你拍照啊。你是那个拍 YouTuber 啊，一日三餐啊。哎、欸，野外主持，野外主持，我可以给你拍照吗？可以给你拍照吗？可以吗？来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哎、欸，你是那个 Yuki 是吧？走走走，太尴尬了，很多人看。他刚刚那个脸啊，他走了。全部人。我了。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周末那个影片看到一半，突然间变到这样子嘞！哎 ，OK 啦，我直接简单讲，就是我这一部影片的 vlog 呢，100%呢，有60%都是有问题的。其实我本身自己是有剪了6-7种版本出来的完整版，可是那些有问题的部分把它切掉了，然后去进那些没有问题的话哦，我没有次序，我试了6-7种那影片还是很贱。所以呢，后面就是拍这样子大概的 vlog 啦，所以这个 vlog 就只有到这边样子一般罢了，真的很可惜啊、哦，没办法啦，希望你们会原谅原谅我啦啊、哦！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有分享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当啊，哎，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